跟他那个的时候呢，他就更累了。就早起要敲工作，就这样没时间。才七点半，那你稍微摸到他，我明天早上要很早起床。然后女生冲他去，女生跟我们说，我们要干嘛？我碰到，我不小心碰到，你在干什么？可是我要跟男生跟女生朋友讲一下，说男生一开始交往的时候，